我煮草莓派丁给爸爸吃。好，你要什么料？介绍一下。草莓。那个冰。冰块。糖浆。糖浆。对，好。好，你现在开始做吧，开始。好。爸爸说他要昏过哎。那我护你行动可不行哎。昏过不行。你这一碗做给爸爸吃的草莓冰，是要卖给爸爸的吗？还是免费送给爸爸的？不是免费的。不是免费卖的，是卖。这个是40元。40元好贵啊！哎，这个草莓是我出的钱哎。30也太贵了吧！你一毛钱都没有出，为什么你可以赚30块？20。那30，然后一个10块给你，一个李宇春10块给他。为什么要给哥哥？他也是啊。他没有做任何功劳，为什么要给他？他帮你帮你穿保平。啊？帮我帮你穿保平。好啊。哦，你说什么洗呀、啊？你这个冰店有没有卫生啊？你手摸不洗？你这样用手摸冰块？这个很难用的。小声，我在拍片。爸爸他要卖30块，你同意吗？他同意耶。爸爸你要婚柜吗？可以啊，我要婚柜。爸爸说他要婚柜。婚柜几元？妈妈，你会卖很贵哦。好。我不要买。很贵啊，那你要给我10块钱，我给你很贵，好不好？好，开始做。有了，有碎冰了。老板，我要一碗草莓、昏桂、黑糖、炒菜还是炒冰？没有黑糖哦，那是麦当劳糖浆哦。麦当劳糖浆，好啊，我可以给你钱，老板。你要找我钱哦，找我40。爸爸给多少钱？要找40哦。30。这怎么会30？40吧。30啊！骗人，这是2个5块哎。好，没有被骗，没有被骗。啊，做好了没？给你妈妈。你自己收，那不是你的钱吗？还是你要送我？是那个打弹珠那个。哦，打弹珠欠我的钱。打弹珠跟昏柜。啊、哦，打弹珠还有他跟我进料买昏柜的钱。好，给你。他分你。哎，为什么分他？他有帮你做事吗？5元而已哦。你也帮忙。为什么你要分他五？妈妈拿20块。那你几元？他拿5元啊。那5元而已。他赚5块钱。妈，他给妈妈说他收20块，怪怪的。好了，马上做好，我等你。全部都爆完了，全部爆完好，那剩下一点点冰。好，那个爆不起来，那个用倒的，好。就5元而已，今天。等一下，放在哪？我用。然后等一下，不要把所有碎冰都倒进去。因为。我总算有帮忙了吧？我算当这就得到5块。好，要把草莓放上去。还有昏果。对，还有昏果，来，赶快帮忙。你没有切呢，哦，你这样子也可以哦。哦，好好。那你就放里面好了。好，糖浆把它挤上去。来，麦当劳糖浆，把那个橡皮筋打开来。那个你不用弄了啦，你不用弄那个给你的顾客自己去弄。橡皮筋打开来。轻。好，淋上去，挤出来，淋上去。那草莓不用剥戒指哦。这样比较好看啊。
点。来、啊，我要吃哦，你看好不好吃？可以吃吗？可以了。主任做好了。好吃吗？爸爸好吃吗？没味道了。没味道。你可以拌一拌呢、啊。拌拌，有吃到了。你可以把皮啊掉了，是这样子的啦。好吃。有籽籽哦，有这个、哦。草莓叶子。好吃啊，要不要吃一口？老板，你要吃一口吗？用。老板不用了，老板他自己说他不用吃，他刚。给妈妈吃一口了，很好吃、欸。那我吃看，我不知道是。老板，我一口卖你五块好不好？吃看五块啊，好不好吃？想吃吗？真的不想吗？哎、欸，你要洗哦，不是阿妈洗哦。你是小老板，这些你要自己洗。我自己洗。啊，阿你卖给我滚个转嘴。你自己去洗。你